常典型的无法沟通而产生的事件。换个角度来讲，如果当时的刘全留在高士佛社，二选一嘛，50%50%嘛，第一个是被杀，第二个是怎样？就猎物砍带嘛，搞不好还有好酒可以喝，啊、哦，没有人知道怎么回事，历史是不没有怎知道的了、哦、反正历史就发生了，所以这件事情就这样发生了，所以这个事件的导火线是从东岸来到西岸，这样发生。好，那这样这件事情对于日本人来讲，为什么会扯到日本呢？为什么扯到日本？好，日本很早之前哈，各位可能不知道一件事情哈，日本有一个日本在日本的明治维新之前有300年的时间是他们的战国时代。那么我们都知道，我们都很崇拜一个人叫德川家康，有崇拜吗？没有，真的没有崇拜，你要好好崇拜他啊！我是讲真的，德川家康在那个时候。我们都知道二次大战的时候，我们都说二次大战的时候日本人推行了一个政策叫南进政策，对不对？可是我可以告诉各位，南进政策不是二战的时候推出的，是德川家康时代推出的。德川家康在那个时代，好，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想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历史其实是一个看起来没事，而你不把它当事就没事的，可是你如果把它当事，你就会觉得它非常有趣的。好，大清朝在跟朱列强打仗的过程里面，每打必败嘛，然后赢没几次，败了之后都在干嘛？赔钱。赔钱。没有割什么地了，没有割什么地了，最多是开放租界，然后开放港口嘛。那个为什么都是开放租界、开放港口呢？赔钱当然很简单，因为有现金当然好，那你们要不要把现金给我也很好，不管要不要赔，只要有现金给我都好。第二个，为什么开放租界？为什么开放港口？因为最简单一件事情，那个时代叫做大航海时代。大航海时代是不殖民的时代，因为最简单，殖民是后来的态度，就是大航海时代之后才进入殖民时代。因为最简单，想一件事情，大航海时代，我如果去一个港口，可以自由得到任何物品，我不用管你的人民，我只要付一点点代价，可以得到非常多的物品，我再回去之后我可以得到更高利润，我为什么要管你的人民？了解哈？清朝在整个中国，就是从整个清朝的涉外事件里面，几乎每一个都是怎样开放港口，每一个事件都在开放港口，因为我要的是可以得到你所有的原物料，所有的生产品，我可以得到更高利润。我若这一块划给我，这个人民要不要我管？所以法租界里面只有法国人，英租界就英国人，我不管别人啊，我只管怎样这块地割给我，是让我住在这里的。好，所以才会有这么奇特的租界。那这个最简单，所以他们不讲殖民，因为殖民是劳神又废命又怎样，你们没有东西吃，我还要管你们。好，可是为什么独独日本要割下台湾？好，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日本在那个纬度，如果以当时的状况跟交通状况来讲，你觉得他拿东三省比较方便，还是拿台湾比较方便？那他为什么没有要东三省，要台湾？谁说不可能？他连谈都没谈，他怎么不可能？没有不可能的事情，政治没有不可能的事情，完全靠实力问题。其实很简单，日本人放弃东三省，当然后来那个满洲国时代是后面。那个时候他要拿台湾只有一个原因，因为他本来就要求一件事情，叫南进政策。德川家康当时订立的南进政策是从花彩列岛就是琉球群岛、台湾、吕宋到哪里？到摩洛哥。你想想看，如果你对世界地图稍微有点概念，你想想看，假设德川家康那个时代就完成了自日本国土的这一条南进路线，请问现在全世界必须跟谁低头？你不管海空陆空全部他的，你怎么办？而且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日本如果拿下东三省，纬度一样，物产一样，我还是没有别的东西啊，我还要帮你管一堆人啊。我拿下台湾之后，纬度不一样，所以为什么台湾所有的，各位可能不知道，台湾最早期的这个什么农业试验所谁开的？
日本开的；热带植物试验所谁开的？日本开的；渔业试验所谁开的？日本开的，都在做热带的东西。台湾甚至日本甚至在台湾还开了一个捕鲸港。台湾捕过鲸，知道吗？而且还捕的量非常的大，东亚第一，在哪里知道吗？好，就是各位穿比基尼去的那个地方。不是，各位会去哪里穿比基尼呢？哎，对，就是南湾，就南湾那个大湾，就是当时的捕鲸港。现在在海上还有一点旧迹，还有一些残迹。所以他要的，比如说他把大鹏湾当作什么？各位知道大鹏湾在日本时代是什么？是他的水上空军基地，水上飞机的基地。他是整个水上飞机在那边，因为他从那边下去，所以日本人从拿台湾就已经说明了他对这个世界的企图心，他不是那么简单的，他不是那么简单的。所以日本人在那个在宫古岛事件的时候扮演了一个角色。扮演了什么角色？就强出头。因为我前面讲过，琉球国明明是双重承认的，一方面跟清朝怎样进贡，一方面跟日本进贡。好，那两方面当然都说我是他的藩主国，可是日本就竟然借这个机会强出头，跟大清朝协调说，你们的人杀了我的藩民，要怎么样负责？你知道哈，人无脑的时候哈。是最可悲的。大清朝竟然跟他讲说，身藩化外之地，非我朝所能管辖。啊，这句话什么意思？八国的跟咱无关的。啊，所以以前台湾不是独立的，台湾两国。好，台湾一国叫身藩国，一国是大清国。意思就是说，因为当时在整个清朝的整个范围里面，还是把有效统治范围归他们自己，其他的封山禁域的地方当作是身藩地界。清朝竟然就这样回答他，那你说日本人怎么办？日本人怎么办？好，日本人那个时候呢也没有急着要打。为什么也没有急着到要打？我们都知道一件事情，各位都一定知道一件事情，叫内政转外销。什么叫内政转外销呢？什么叫内政转外销呢？内政处理不好了之后才要去转外销嘛。之后明治维新，然后呢很多事，日本的事，武士的事，失业的。为什么日本那么多事？因为每一个家族都是一个武力团体，每一个武力团体底下都要养很多事。进入明治维新之后，整个局势改变了，是失业是最可怕的一件事情，知道吗？就是原来的武士失业了，你现在叫他怎么办？好，为什么台湾蒋介石来台湾要开中横，知道吗？你觉得只是为了开这个吗？他在解决什么问题？解决那些打仗的人打一辈子仗，现在没仗可以打，又反攻大陆又不行，所以怎么办？你以为他闲着没事开条路给我们去观光啊？所以为什么整个路上？哎，中横开完还不够，还再开哪里？开北横，再不够怎么样？开南横，开到你们老死了不会动了 ，OK， 就问题解决了。事情并不是我们想象那么简单，它有它非常繁复的一面。那同样这个问题啊，日本的士失业了怎么办？这些人孔武有力，以战争为我以这个为当作是生命中最大的荣辱，你现在叫他供这边出来，我打代表回去退一个金，你干不干？他不干嘛？因为打仗习惯了，他不干嘛？他不干之后怎么办？所以要不要解决他问题？所以当时就有两派，一派主张出兵韩国，把韩国拿下来；那一派就决定要怎样打牡丹社。那可是打牡丹社的这个过程里面就会出一些问题。当然打韩国他们是常打。好，日本打韩国，那是林本坑赶快还一趴的，派两个兵一趴起来那年。对于打牡丹社来讲，是一个危险，是一个危险。那第一个路途遥远，路途非常遥远。那第二个补给线是一个大问题。日本人打韩国，想要林本坑，他的西贵弄让补给啊，你不管从哪条线去，随时补给，硬物也搞嘛。啊，你离开台湾，硬物也搞呗。
北又是南台湾，又不是北台湾，所以对他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那所以一直在犹豫。那刚刚好碰到了一个人，碰到了一个人，这个人是一个很奇特的一个，这个人是美国驻厦门理事，啊，美国驻厦门理事叫啥名？嗯，啊，李先德，李先德。啊，这个人呢是在前面的罗妹号事件的时候，罗妹号就是游历者号事件，游历者号事件是在这个事件之前发生的。那因为他是美国商船，所以呢，这个人，这个李先德这个人很神奇啊，他是一个眼睛的人。他在这个游历者号事件的时候来台湾协调，来台湾协调的时候，原住民不肯让给他，他们就设好一计。所以谈一半的时候呢，这个李先德就把眼镜摘下来丢在地上，说将军生气了，看你们怎么办。这个书上都有写，都不是我乱掰的，因为我没见过他，所以一定是别人跟我讲，有错也是别人的错，你跟我无关的。那他就这样，可是呢，他这个人他一直以为他南北战争结束之后会当接国务卿，可他失败，失败之后，而且他失败还没打紧，还被派到中国的厦门海关当领事。哦，国务卿跟厦门海关领事在吵啊，这今天够扁硕，今天做好六，今天够扁硕还差这么，差太多嘛。那所以他一直愤愤不平。那所以呢，这个游历者号事件发生了之后，那当然，这个人就来台湾好几次。那当然协调出了这个游历者事件最后的这个结局。然后这个人就很有野心，他一直相信台湾是可以拿下来的。然后他当然去回去游说美国，美国没有理这些事了，因为不可能。第一个，那个时候美国还是属于英国系统的，还是以海权时代为主，我怎么样去统治人民？那结果刚刚好威信不信，牡丹811事件发生的时候。李先德这个人被革职了，没人连那个最小那个够扁瘦他没人搞啊，所以他只好回美国去了啊，没有工作可以雇了，他只好回美国去。那你知道我们现在飞美国都怎么飞为主？还是飞日本多嘛，哈，飞日本比较多嘛，因为不管海陆都一样，因为这样航行是安全的嘛，你直接越太平洋太可怕了嘛，除非你要去关岛或夏威夷嘛，哈。所以呢，当时也是这样的，中国就要到日本，经过日本，然后再回去嘛。结果刚刚好到那边的时候，李先德退休了啊，就是到刚刚到日本的时候，不想回美国，可是又没事干。他听到说哇，发生了811事件，然后呢，他就跑去献策，跑到日本献策，啊，那结果竟然献策成功，他还给了很多的这个资料啊，给了很多东西，说你这样打的那样好。那当时就有两派嘛，一派不是要打韩国嘛，攻韩论，一派攻台论，就是两派在相持不下。攻台论的这一派取得这些资料之后，声势大涨，而且认为这个才符合我们的南进，打韩国没什么，打韩国随时都可以打，打这个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千载难逢的机会。所以这一派呢声势就大起之后，李先德还曾经得到什么，知道吗？得到当时的日本外交部的最有贡献，对我国最有贡献奖。啊，这个人到最后啊，坦白讲，也命没有很好，最后他死在朝鲜。后来他就被日本收纳嘛，最后死在朝鲜。这个一心都是野心家了，当然时啊、越南命啊，都那个，都不好了，对的哈，就是没有符合他的愿望。那李先德如果得势，不知道会怎样哈，世界又会再翻一次。所以这个时候他已经拖了好几年。可是李先德虽然提供资料，这对于日本的攻台派来讲占了上风，可还是危险，所以他派了两个人。811事件到牡丹事件不是马上打，隔了很多年啊。他派了两个人来做什么？第一个，他要先探查清楚一件事情，到底杀我们那个人高士佛人到底在哪里？第二个，811到底在哪里？第三个，我的船要从哪里登陆？你要知道，前面讲过，到现在为止，811在东岸，高士佛在东岸，所以很多人都理所当然的认为，日本攻台从哪里攻？从东岸上啊，对不对？可是日本没有从东岸上，他派了水野尊跟华山之计。
华山之役因为这个功勋后来干什么？台湾总督，台湾总督，就因为这个功勋后来这个什么，反正就清朝割台的时候，他就干了台湾总督，然后他就来这边当做间谍，潜伏了好几天，他把山区都走完，然后把整个区域都走完之后，回去写了一本周报书。写了这本书之后，对于公台的局势来讲，他甚至连从哪里公台、海岸线怎样、潮汐怎样，全部写得一清二楚。是这样子才决定要公台的，他并不是像我们教科书讲说他们就这个草草公台，没有这回事的，没有这回事的。然后他选择了西岸，而且他选择的那个地方叫做廊桥湾。廊桥湾，廊桥湾在哪里？那他们决定在廊桥湾，廊桥湾在哪里？在车城，就车城那个大海湾，车城那个大海湾。好，他选择在西岸登陆，当然有他地理上、先天上跟环境上的大条件。第一个，恒春半岛的南边，从菲律宾海沟一路往北，沿着太平洋上去的这个地方到日本海的这一块是黑潮的主流，黑潮的主流，也就是南往北流的潮非常大的一个潮。所以为什么台湾东岸的航行一直都有问题，一直都有问题。如果各位有机会去恒春，如果你去那个后壁湖坐游艇，他们现在有一种游程，就是从海上看恒春，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坐过，350块还是500块，忘了。好，你可以坐。然后呢，我有一次为了拍外景，所以我就去只好上去坐。坐了之后，他开到鹅銮鼻之后，就立刻绕头。我说为什么不过去？他说我才收你这么多钱，不小心发生事情，我要赔你多少钱？所以他就给你绕西岸，因为西岸是安全的，因为那边是太平洋跟巴士海峡交汇，而且是黑潮的地方。所以潮流本身就很强劲，本身就很强劲，这是第一个大问题。那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那个地方的东北季风非常强劲，所以你注意看一下，恒春半岛东岸基本上没有聚落，没有什么聚落，没有什么港口，什么都没有，因为那个环境太恶劣。所以恒春半岛西岸唯有的聚落，也就是在西岸，就恒春、车城都在西岸。那当时人们、汉人或其他外人都选择在恒春的车城登陆，不是恒春，在车城登陆，就是因为那个地方是 OK 的。各位，下次如果去车城福安宫的时候，知道那个庙吧？你们不要看那个土地公到底有多大，一定要看两个碑，在那个青龙渡跟白虎渡旁边，大门，它大门的左边跟右边，还有两个碑，一个是福安康统帅碑，一个是刘明登统帅碑，就代表这两个人都曾经派兵经过廊桥地方，可是那个廊桥不是指恒春，所以当时的廊桥都在车城那一带，两个碑都还在，然后两个碑都在，所以呢，日本人就选择在那个地方登陆，选择在那个地方登陆。他选择在那个地方登陆的道理，第一个海系平稳，第二个没有大洋流，第三个沙滩安全，没有礁石。恒春半岛整个都是珊瑚礁岩地形，只有那个地方是 OK 的，就那么 OK 的，所以呢，他选择那个地方登陆。可是他登陆之后会有一个大问题，他有一个大问题，他选择登陆。我们知道，任何一场战役，孤军深入的第一个条件，一定要立刻找到什么滩头堡。你没有办法建立滩头堡，你根本就没办法抢地。你一定要立下来，找到一个安定的，而且要有固定水源、固定食物的地方。你在船上再怎么会带食物，你都不可能让你有能力反复的去给你的军事应用。你一定要在当地立刻可以找到什么，找到水源补给跟食物补给的地方。那你在东岸都是原住民，谁补给你食物？那只有这个地方有什么？有汉人，就他已经搞清楚了，可以用什么方式得到什么食物，有多少食物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得到这些东西，他都算清楚。所以你说水野春跟华山之计对于日本攻台贡献大不大？是非常重要一个人啊。我们怎么样看水野春，怎么样看华山之计？好，所以我常常觉得历史是一个，有时候真的是我们都觉得很奇怪，然后开始懂历史之后，就会发现说，为什么夏龙干的夏不干？哎，不是历史写着夏，啊，谁那样呢？因为他帮
汉人长期来讲究风骨，可是我们常常为了几万块的审查费就忘了什么。真的，我是觉得这还蛮悲哀的哈，还蛮悲哀的。这个，哎，我爸爸抖文没有说我多清高，所以我不敢留在文明社会。这是我自己知道我的缺点，我自己也知道这样问题哦。好，那结果呢？这个日本就在这边登陆了。这个登陆对他们来讲当然是，而且他们这个，事实上他们在登陆的时候是有问题的哈。当时的这个统台领台的攻击大将军是西乡重道，是西乡重道。那我们知道日本的鹰派跟鸽派的斗争本来就很激烈，那结果呢？当时日本还是属于西方的，就是像英美啊这些国家有邦交的。当时应该这样说了哈，比如说八国联军也有日本啊，就是那些西方的海权国家一直把日本当作是海权的一部分，海权国家的一部分，所以把它列在里面啊，列在海权国家的部分里面。那个，所以呢，他把中国当作是另外一个可以被这个吞台偷的哈，当然是这样。所以当时他们决定要出征的时候，当时他日本还是这个碍于国际法，就是不管怎么样，还是觉得这个国际法，所以还是通报。然后呢，他当时的船舰也不够，所以跟美国借船。然后也跟英国借船，那结果呢？这件事情这个还是传出去的。那结果呢？美国还是觉得不妥，认为说这件事情虽然大清朝说这样子，可是毕竟台湾是海，就已经出去了，他完全不管日本本身自己的意见，他就直接出去了。那出去之后呢？他们就来到台湾，而且更好玩是，他先派一条侦后船进来，廊桥湾。没事，第二天派了两条武装船进来，没事。第三天主船进来，访寮这个分役所的这个百户长，才跑去跟东港驻扎的单位讲说，这个南部那个藩界里面有三五条帆船进来，不知目的为何。那你有搞哦？那你有搞哦？人已经入来啊！我们还搞不清楚他到底在干嘛，而且要过了三五天才去通报。好，结果呢，他们就在上来了。那他们就因为西乡同道也很清楚啊，他派一条伺候船进来没事，派武装船进来没事，派舰船进来都没事，所以他们就开始在那个地方登陆。他没有登陆就立刻打，他不是登陆就立刻打。第一个，我刚才讲过了，他没有办法找到充分的水源跟后勤补给。因为日本在那个时候，你从日本到台湾的后勤补给线太长，不像现在哈，你根本没有办法。就是他除了这一次带来船之外，他几乎是没有后勤的了。简单的可以这样说了，等于没有后勤，你包含人员跟食物都没办法补充啊，所以他只好这样子。那进来之后呢，他就驻扎在几个地方，比如说，他就住在清水港。清水港在哪里？各位大家很难讲。就是四重溪跟保利溪的中间那一块河浦地，后来被淹水，后来他们就迁到龟山旁边。龟山旁边就是现在在盖河那个海生馆的地方，海生馆的地方。所以那个海生馆目前哈，有人去过海生馆吗？都有去过哈。那你有看过那个西乡重道的日本本部营登陆地纪念碑吗？只有骆老师有去知道，其他人都不知道。那个地方就是西乡重道把陆军驻扎的地方，他的军队就驻扎在那里。所以那个地方目前还留下这个日本远征军本部营驻扎纪念碑，碑还在哦，而且没有砍起来哦，都看得到哦。但是我有一遍，因为我要拍那张照片，我就跑去跟这个门房讲，因为我不想花那个钱。我很可怜，我觉得我这个人哦，我去啊，恒春他很酷哦，蛮不奇怪哦。那我也不愿意花那个钱，我就跑去跟他们讲说，哎，我可以不可以进去拍照？他说要拍什么？不是要拍那个东西？他说有吗？我们这里没有这个东西。我说有啦，他说你还是要买票啦，我们没有这个东西，你用这个名义是不通的啦。他也跟我讲，我是为了
骗门票钱，公开公安的啦。哦，那这样可以吗？我把东西压在这边嘛，哦，啊，等一下我把照片给你看嘛。最后他才相信我。那后来，所以那一次没有成功啊，那一次没有成功，所以我们是翻墙过去的。那个东西还在，目前还在，他就住在那个地方。而且当时海生馆那个位置就是地势比较高亢的，旁边就是龟山，旁边就是龟山。然后呢，他在住在那里是有原因的。第一个，他在平地可以补给；第二个，旁边的龟山就是他在扼守整个大海湾的地方。而且他当时带来就已经带了很多陆炮上来，带很多陆炮上来，所以他在龟山上架炮，就等于是把整个海湾都决定了。好，他这个决定之后呢，西乡重道决这个先守好这个之后，第二件事情，他做了一件事情。他跟车臣的汉人讲：“好，你放心，我们绝对不会打你。我们今天要打的是牡丹社，好，打的是生番，他讲的是生番。然后呢，我绝对不会打你。那你们从供给食物给我，我一样给你，啊，用购买的，就是一定给你优惠这些。这是第一件事情，啊 ，OK 的。第二件事情，他跑去就是跟南部的，我们知道当时的廊桥有所谓的廊桥十八番社。”龙桥十八社，龙桥十八社呢，其实就是斯卡罗族。简单的说，就是从现在的恒春一直到满洲的那么大区域里面，其实也包含牡丹社这些了哈的，当时住在那个区域里面的所谓的原住民，就是各位知道的潘文杰的后代，潘文杰的后裔，就这些人，总共有十八社。当然，这个十八社也是一个大问题，到现在为止，没有人可以告诉我。十八社是哪十八社？因为每一本文献写的都不一样，那这也是很好玩哈、哦。那至少知道就是当时的潘文杰所统领那些，然后呢还包含附近的阿美族那些，还包含一些其他的。然后他跟他讲一件事情，你只要不出兵打他们，我给你多少东西，好，第二天潘文杰就为了表忠。就带着小猪小羊回来进贡给日本人，为什么？啊，其实很简单，不要再跟我讲民族大义，因为我本来就跟牡丹社北啊，黑漆麻被搞怕掉你闽家拢话，你讲对不？啊，对不？我本来就安尼啊，我本来要怕伊就真艰苦啊，怕袂着啊，即马有人搞怕，安尼好。好，所以其实很简单的、啊，因为每一个民族都站在怎样？我的部落想啊，我今天没事去淌这个浑水，我被日本人干掉了，那请问谁帮我？我没得帮啊。第二个，我也不用去帮你，他也讲得很清楚，我不用帮你，你只要不出兵，你只要当作没这回事，我就给你多少东西。所以你干不干？我当然干啊，因为对我来讲，反正都是敌人，反正都怎样，你只要不打我，而且讲清楚了，那所以各位要记得。在历史里面，我相信陆老师一定很有感觉。历史里面没有团结两个字，只有利益这个问题。我今天跟你很好，换个角度来讲，说啊，那个历史怎么那么残酷？残酷吗？一点都不残酷。美国的苹果跟鸿海合作，是为了利益还是为了团结？有一天他不想跟鸿海合作，要跟三星合作，那你说我们不团结了吗？而是怎样？就是利润问题嘛。他今天要跟谁合作，绝对不是你们台湾人比较优秀跟你合作，而是怎样？了解哦，了解意思哦。历史就是这么残酷，一点点都没有人情味，因为就只有这一条路，没有别的一条路。今天他跟所有的每一件事情都一样，哈、啊，你们说啊，鸿海不跟谁合作，这样我们听起来没事，为什么他跟日本合作，你就觉得他们很残酷，那么没有民族大义，没有这回事，因为。最简单，讲得很清楚，我只要不出兵，我只要当作没有这回事，我就可以得到利润。那你打他又不打我，啊、跟我什么关呢？对不对？而且以前是小部落制的，台湾是小部落，我这个部落管好，就要把他管他这。好，所以没有像现在这些问题。那日本人解决这两个问题之后，这两个问题就等于把他的外患解决了。他上来第一个站稳了脚步，第二个才汉人那边取得食物，第三个他在其他的原住民族圈已经把它划为两块。什么叫划为两块？知道吧？如果日本不划这一块的话，我开始打任何一次，其他人会不会惊恐？会不会害怕？
为了惊恐害怕，会不会可能在背后包围我？所以，我是一个远征军，我孤军深入，我要不要把我的危险降到最低？所以他做了这件事情，这些都是战略问题的，没有对不对的问题。好，他做了这个，然后呢，接下来呢，日本人在这个过程里面，他把外围全部弄干净了，只剩下牡丹社群。那个日本人打的全部是牡丹社群。好，牡丹社群简单的说，就是以现在的这个199线为主啊，公路这条公路为主的当时的台湾部族。那我们在台湾族分类来讲，属于南台湾系统，而牡丹社群是整个恒春半岛上最主要的大族，其他的是一些小的部族啦，比如说还有什么加自然那些都是小的，牡丹社群是最大的一个。好，那他把其他的问题都解决掉了，只剩下这一组，就他要对付的。那他难道他不知道杀他们的人是那个高士佛社人吗？可是为什么这件事情到了后来变牡丹社事件？为什么？好，那我刚才讲过，日本人来台湾有没有做过田野调查？有。所以做田野重不重要？啊，为什么重要？知道哈？因为日本人来这边很清楚知道一件事情，杀我的人是高士佛社，可是他只是牡丹社的属圣，他是小孩的啦。啊，我跟小孩抓起来有什么好？啊，他大到八级的话，我们能够像你像塞？好，所以怎么办？他是今天我要对付他，他只是一个小弟，我直接把他对付掉，他的老大找我算账还很麻烦，对不对？所以呢，他已经想得很清楚。所以呢，日本人出兵是分三路出兵，打牡丹社是分三路出兵，而且他的主攻路线就是牡丹社。奇怪，我跟他无冤无仇，为什么要打牡丹社？拍摄因为是大的，啊，这细汉的我拍也无啥意思啊，大的先抓起，啊，细汉人啊，啊，小的就自己就这样嘛，哈、哦，所以他是分三路出兵，他分了三路出兵。而这个三路呢，这个三路出兵的这个状况啊，他们还是经过一些很仔细的盘算哦。那怎么样盘算呢？我想有几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当时哦，他分三路，大概第一路就是直接从四重溪一路上，就现在走199线，一路上到那个牡丹水库的后方。原来的牡丹旧社并不是现在的牡丹社。是在牡丹水库的后方的山区里面，它就是沿河而上。那这里面呢，有牡丹社跟牡丹中社，啊，牡丹中社还有女乃社，啊，这几个啊，那女乃社是另外一个啊，所以呢，它这是因为整个社群是以这个为主，所以日本人最早在整个计划的时候就是以这条线为主，那这条线进去当然不是这样打完。牡丹社群就会服了，所以呢，它分三路，这、就是中路就直接进去，另外一条南路呢，就是从保利啊，从南边的保利，沿着保利溪上游迂回绕过去，然后去打哪里？去打高士佛社。这条路很远，这条路非常远，那非常远，可是还是决定要打，因为他如果不打的话，那旁边他们会互相支援嘛，好，所以他会打这一条，所以他是从这边绕过去。那第三条路呢，更好玩。他竟然绕到丰港去，丰港开始要变很红了，好，已经立起总统的故乡主座的牌子了。我现在就要开始想说，以后每天他将我变那给他做行业。哎，我上班的时候才经过，所以我开始烦恼，要不要再盖一条高速公路？啊，不然怎么办？哎，真的很麻烦。为什么叫丰港知道吗？为什么叫丰港知道吗？啊，那个是落山峰起的地方。历史上就已经写得很清楚，文献上也都有写，我的书上都有写了。丰港没有木字旁的了，我不知道，不代不及改木字旁什么意思啊？我是都不知道了。有时候台湾人很好玩，有时候台湾人非常好玩。我看到各位知道，恒春半岛还有一个很有名的地方叫南仁湖，知道哈？有没有人去过？你去过哈？我们在长课节哈，满洲乡公所说。南仁湖是因为湖边有很多懒人树而得名。你在没有看过懒人树吗？
那南仁湖最大特色是什么？原生植物，一路都在原生植物，对不对？那懒人树是哪里来的植物？进口的植物啊。那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因为恒春乡公所，满洲乡公所这样怎么写，知道吗？你看它这个是呢，旧名南仁湖，南仁对 ，double 啦，南仁湖，后因不雅，而以湖边周遭的，周遭繁殖的懒人树啊，改为南仁湖，那不通啊，但是嘛那些，什么叫不雅？男人就不雅啊，男人能所以我坦白说哈，我地方研究越多，越对台湾的那些天人们，还飞来飞去，那天吼，我是感觉讲我无多无多，咱真正无多伊啊，我什么东西都可以恶掰，好，常常台湾改地名就为了地名不雅，我完全不懂为什么地名不雅。有很多地名，因为改了之后，你永远不知道它什么意思，不知道什么意思。好，我们讲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我们知道台湾的金银子的中心在哪里？台湾金银子的重镇在哪里？竹南。竹南，为什么竹南会成为金银子的中心？对啊，我们都不知道啊，我们就没有这回事啊。不是你们的错，是谁的错？伟大的政府的错啊，不是。万恶的政府的错，为什么知道吗？因为在台山线上有台湾最多的贵族岭，知道哈？台湾贵，所以目前贵族笋产量最多的地方在哪里？就台山线上斯坦江那一带。斯坦江卡在北面，叫做抓藕。抓藕。抓藕，抓藕什么意思？做啊，做啊。啊，做做的那个小窟啊，而且到现在为止，随便找都可以找到四五十个，整个盐山都是，可是都改成百兽，改成什么什么什么鸟，那、啊、为什么？因为地名不雅。我真的觉得有时候真的是难以想象说为什么会这样。如果你还知道台山县叫子湖，因为那个地方嘴转，另外转就是超转，超转两个用途，当然用途讲过吗？差你嘛先讲做业主来讲，啊，同款意思啦。你卖坐袂条，我是讲真的，我唔是开玩笑。你若讲擦屁股就坐袂条，啊，你有炸超炸油？开始跟你开玩笑哈，啊，真的啊，我没骗你啊，卡炸超炸两个用途啊，啊，第一就是。啊，所以那个地方是最大的产地啊！我只顺便提这个，台湾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有时候你真的是啼笑皆非，你难以想象为什么会这样子。好，那丰港的丰不知道为什么改成这样。那么丰港的丰这个东西，从郑成功的传说就有。那传说怎么说呢？说这个地方到底丰有多大呢？他说，郑成功来这边征服的时候啊，发现这个地方啊，这个原住民很凶啊。原住民很凶悍，那讲原住民很凶悍，到处都有这种说法，说无法制服他们，所以呢，他们就立了一个制风旗，立向什么方向，狂风就吹向那个方向，而且呢，不只是把人吹得东仰西翻啊，房舍倾倒，什么东西都不会，啊，那我就搞我。好，这个传说是不是存在的？坦白讲，各位如果了解洛杉矶的话，你大概会相信为什么当地会有这个传说。传说有时候常常是为了解释当时不了解的科学现象而存在的。我跟你讲，为什么？洛杉峰有没有把骂曲吹到海上过？有，所以千万不要买骂曲，知道吗？好，然后两个情侣在海边照相，照完了之后，啊，起来放风吹不已。哎，今天啊，这些都事实啊。那突然来的一次骤风就这样子、啊、所以把人吹翻，把什么东西那是正常的。所以台湾最特殊的一个房子叫做恒春厝，叫恒春厝。你同样看闽南建筑里面恒春的房子就跟北部完全不一样，因为当地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会有恒春厝出现。我刚才那一栋房子写两万五千字的，就知道把这个掰进去，啊，不然我那空间箱能满多千里啊。就类似这个，所以而且呢，更重要的是，为什么洛杉峰起于丰港？是因为中央山脉尾脊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丰港西那个冲积扇刚好是一个大的什么平地，
所以呢，风切下来的位置，风切下来的位置刚刚好最大的飓风带，就人会去感受到大风狂风的地方就在风挡那一块。为什么呢？因为很简单啊，人是从哪里下去的？一定是走西岸下来的嘛。因为台湾的这一段历史是从东岸写起还是西岸写起？西岸写起啊，因为是以汉人写的历史啊，所以汉人从哪里下去？西岸下去。在那之前没有风，突然到这边有风，所以那个杠就是那杠，就红杠啊，是安内来啊。好，所以有时候历史是这样解读的啦，不是说只有那条线才是有风，而是人会去明显感觉到骤然而起的风是从那里开始，所以也有杠就红杠。那日本人的第三条登台那个攻打牡丹社路线，就是从那个，就是他从这个廊桥湾搭船到丰港。各位知道哈，丰港不是只有总统的勾处哈，我可以告诉各位哈，丰港的海鲜其实很不错，但是要买啊，没人黑影就可以了。那个地方，他从那边登陆，登陆之后呢，他们沿着这个社不利社，就是现在的南回公路上，然后呢翻过尼乃山，上到攻打尼乃，他总共三个部落打三个地方，我看看，好，那当然这第一场战役里面最重要的这场战役是石门山战役哦。石门山战役各位知道在哪里哈？这个时候在就九门哈，现在这边多了一条路，这边多了一条路啊，旁边还盖了一个什么那个啊，简单的说就是现在石门古战场。好，那石门古战场很好玩啊，石门古战场有外面的一块跟里面的一个的战场，外面的战场属于车城乡，里面不是战场就纪念公园了哈，里面那个属于牡丹乡，好，所以两个说法不一样。很好玩哈、哦，所以有一天你去比对，就会发现说各自为政，莫此为胜。刚接触家，因无敢换人讲，都无敢。那这个地方呢，其实是当时的神门爱，好、哦，然后牡丹社的头目来这边啊、哦、对抗，最后牡丹社头目在这个地方死掉了，因为头目死掉了，所以他整个牡丹社的战力失去了，所以一路被长驱直入，所以日本人在牡丹社事件的时候直接攻中路，非常顺利，非常顺利进去。那他打中路打进去之后呢，没有多久，整个牡丹社人，整个牡丹社群都怎样，都投降了，而且大部分都逃走。那逃走之后呢，他没有从那条路回来，他是绕了一大圈下来，绕哪里下来？绕了东南海岸一路下来。为什么绕东南海岸一路下来呢？他做了一件事情，他在跟其他族人族群怎样？宣誓、震赫、动赫，跟你讲讲，我拢怕赢啊！哦，恁大家哦，就来看书板书嘛哈。然后呢，这件事情很快就传到他南边的那个高士佛社群，所以他的目的真正在干嘛？就动赫。他把牡丹社拿下来，把你的老大拿下来之后，那个请问你谁喊的？被他处理？你要记得哈、哦，如果我们想把这件事情想好，如果他先打他的社寒，打他的属社，属社一定奋力抵抗，因为他相信他的主社会不会来支援他。对，我一定要抵抗到最后一兵一卒啊，因为我的老板一定会来支援我，一定会支援我。好，那这样子是不是双方战役非常激烈？这样讲了解哈？那你听说你还没有打，可是听说你的主社被干掉了，我还有什么抗战的意思？啊，我那怕了，我人家求啊，我给怕给衰，我要不要打？我当然不打。所以你看，日本人在这场战役里面有没有很重要？这光这个关键，他就已经完全解决了如何在最短时间把敌人歼灭的目标。战争没有那么容易的。战争其实是日本在这一场牡丹社事件的战略模式是一个非常动人的模式。对一个侵略者来讲，他可以用最少资源、最快的速度，花死伤最少的状况。这个日本人在整个三场战役里面死伤不过十几个人，他最后500多个死掉是因为瘟疫死掉，他并不是打死的，
而是怕掉一啊，邓一祥他不想离开啊。为什么不想离开？因为我已经拿下战果了，那我要跟大清朝谈判了。那最后，当然他离开，他就什么都没有了，所以他留在那边，结果瘟疫死掉，这是后来的哈。所以他在这场战役里面，除了达牡丹社损失一些人，几乎一路都是长驱直入了，啊，就怕啊，所以高士佛人听说他的老大被干掉了，他怎么办？投降，逃走，就这样。那所以两个南北都完了。那最北那一条，从丰港进去那一条到色不利，然后呢翻过尼乃山那一条，那个色呢叫奴奈，奴奈哈。好，各位看了这个它的征台路线哈，它这台第一条是直接上牡丹，第二条绕南部到巴瑶到高士佛再上到牡丹，第三条还没有画，它到丰港从这边再绕下来。风港那边绕下来，这三条路这样下来，它是不是等于把牡丹社的整个势力结构全部瓦解，全部瓦解？那所以很简单，那问题又来了，问题又来了，你明明第三条路线看起来没用啊，看起来没用啊，因为这条风港西就是现在南回公路的那些啊，那你为什么要为什么？而且这条路你没有发现这两条路都很近啊，第一条路最近直接打，第二条路绕了一下，因为他为了打八窑。为了打那个高士佛哦，那第三条你绕那么远下来干嘛？你又不是要去朝拜蔡英文，对吧？啊，前那边的谁啊呢？因为当时的牡丹社群跟这里的社不利群，丰港西，各位知道哈，南回公路，我们知道台湾的东西横贯公路基本上都是沿，不是台湾的哈，所有路都是沿河啊开的，因为人类最早利用的路径就是河。有了河旁边才有路，有路之后才有了。你注意看一下，除非平原上的道路，或者现在高速公路，早期的传统道路一定是沿河而开的。可是，明明我们都知道，现在走南回公路还蛮平的嘛，虽然很弯，对不对？还蛮平的，没有很多的高山。可是为什么南回公路到日本时候之后才盖？你要知道哦。如果走过那个净水岩古道，你就知道哈，净水岩还是清代的古道哦。南回公路竟然不是古道，为什么？因为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大的群，非常大的群叫大龟文，大龟文王国，大龟文王国，大龟文的大小的大，乌龟的龟，文化的文，大龟文王国，它是一个完整的社群，它是一个非常完整，而且它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虽然。丰港西以南的这一块都被属于南台湾系统，台湾族的分类里面有北台湾、南台湾跟东台湾。北台湾的在哪里？啊，很简单啊，就是丰港西以北台湾族系统啊，都是北台湾。东台湾在哪里？就这个台东的台湾族都属于东台湾。南台湾系统呢，就是丰港西以南的，这都属于南台湾系统。虽然它属于这样，虽然被封为这样子，可是。大龟文王国从来不认为他们是台湾，从来不认为他们是台湾，因为他们有独立的系统、独立的战斗能力跟独立的，所以他是一个被列为准王球部落的，就是准国王体系的一个王国就对了。而且这一群人是从来不让外人进去的，也就是说，为什么丰港西那么平顺，早期人不会经过那条路，是因为黑社会就是爷啊。那这个大龟文王国唯一，所以你们现在，这个大龟文王国现在几乎是解散的。如果你们到达人的话，如果你们到台东的达人的话，那达人乡还有一个旧社啊，还有一个旧部落，就是他们大龟文王国最后的一个领地。然后呢，在在牡丹乡还有一个叫内文社，也是他们的领地哈，也让还有就是。南回公路上的几个社都他们领地，当然现在都没有势力了，没有势，他们是一个完整独立的这样一个东西。然后他们从，所以简单的说，这条路这个区域几乎是从东到西，东从狮头开始。为什么屏东县有一个狮子乡？为什么屏东县有个狮子乡？很简单啊，因为你过了枋山之后，往山上去看，那个山路破进海的地方。往抬头一看，就一个狮子头在那边，就看起来像狮子头了哈。台湾人
汉人很喜欢象形文化，好跨上手上，所以那个香就叫狮子香。从那个狮头开始，一直到整个达人香这个大的区域里面，全部属于大贵人系统的。大贵人系统的，它不属于牡丹社群，可是它跟牡丹社群是友好的盟邦关系，非常友好的盟邦关系。第二个，日本人在这个过程里面，他把这边的汉人解决了，把南部廊桥十八社的这些斯卡罗人也解决掉了，这两个是用和谈的方式解决的，然后剩下这几个用打。可是北部这个呢，他怎么办？你去打牡丹，那些人会不会害怕？因为他不知道你要打谁啊，会不会来防备？会不会准备围剿？甚至是因为他们还是友好的盟邦关系。各位要记得哦，你要觉得那一族有什么关系？我们如果了解那个环境，你就会知道牡丹社就是牡丹国了，大贵人就大贵人国。早期他们就是，了解我意思吗？只是他们没有国号、国歌、国旗，好、哦，还没有那个台独护照而已啦，啊，不过春天弄无啦，好、哦，怎样哦？所以它就是一个单独的一个国嘛。那这两个比邻而居的两个社群，就是一个很友好，历史上他们一直都很友好。那你现在日本人来打这个社，旁边就是大贵，旁边就大贵人，你说大贵人会不会震动？会不会惊吓？会，会不会害怕？然后会不会来支援？所以牡丹社已经不，牡丹日本人已经看清楚这所有的要件，他做了第三件事情，他们直接派兵到丰岛，从这边切进，跟你讲，你只要不反抗，我一定有我路过。如果你反抗，我就歼灭歼射。那我刚才讲过哈，他们从整个都是他们的。他们进入第一个部落跟第二部落的时候，会不会通报后面的部落？会不会？所以在历史上，唯有跟他们对峙，可是没有开战的，就是这一群人。他们都站在山头上跟他们对峙。他们的对峙是说：你说不打我们，可是我们害怕，所以我选择有利战斗位置跟你怎样？我北当这边处合你，得爬，所以我要怎样？我要进入战斗位置。所以在很多文献里面写到，这群社不立社的群人，他们就是站在高位，然后跟他们对峙，日本人也果然，日本也没那么傻，日本军也没那么傻。他如果去惹他们，结果那边啊怕尾虾，这边都怕尾虾，因为他要的对付的就是牡丹社群嘛。所以他们果然就完全依照他的约束，跟鬼呢都没有对抗。然后他们下到尼乃山，好，然后下到奴奈之后，在这个地方再把尼乃社歼灭，好，这个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例子哈。那各位看到这个碑啊，有没有？这个在哪里？就是石门谷战场。这个碑上现在写的是什么？还我河山，旷野天开。它事实上这个碑日本时代就建了，叫什么知道吗？西乡重道远征纪念碑，好玩哈、哦，啊，这个在，啊，这个旷野天开还我河山哈、哦，啊，这个旁边，哎，好，旁边这有一个，这个是日本战魂纪念碑，这个就是日本死掉了500多个人的纪念碑。日本战魂的纪念碑啊，这个是西乡重道纪念碑，这两个碑都还在，都还在哈、哦。下次去看的时候，这是伟大的西乡都督哦。那这个就是原来的怎么样？战魂碑就是日本人死掉的那个碑，现在还在山上，就是这一个，它上面的石头不见，其他都还在，哦、就在这里哈、哦。好，所以我们很多人去那边都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啊。好、哦，就是这个。好，各位看他的，我刚才讲的这个三场战役哈、哦，啊、哦，然后这样下来，然后到社不立社群，然后下来打攻打尼乃社，然后呢，最后还是到牡丹社了哈，三路包抄，看起来是一个很简单的事件，可是日本人花了多少心思在把这件事情做得非常漂亮，啊、哦，那他当然到最后，虽然他500多个人瘟疫死掉，他还是大获全胜了。大清国在这件事情上赔了多少钱？啊，所有的军费，所有他出还要再赔了非常多钱哦。那我们大概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为什么花很多时间在讨论这个问题？第一个，我们这张图大概看得很清楚哦。
事件发生在八寮湾，在东岸，可是他从西岸登陆，为了什么？我们在台湾读的历史里面都只有历史，都只有空中的历史。我们讲赤壁之战永远是诸葛孔明的神算，历史是用神算出来的吗？赤壁之战里面诸葛孔明用了什么？用了气候条件、季风条件跟环境条件。我们历史上有哪一段谈到这个？没有。为什么不谈？因为讲神算比较好。好，所以我们就从来把台湾最大的问题哦，其实我们应该这样说了哈、哦。台湾最大的问题，我们搞了20年的教改，刚开始搞教改的时候，我有一些小意见跟他们讨论过。他们为什么要把社会领域合科？因为没有一段土地不发生历史，没有一段历史不发生在土地上。可是我们把地理归地理，历史归历史，那现在合掉社会领域有用吗？一样没有用，根本就搞假的、啊，一样搞假的。因为我们那时候就希望做一件事情，把历史跟地理合科，叫做人文地理跟自然地理。好，自然地理有自然知识，人文地理有人文的知识，这样子去讨论，这样子才能够让孩子知道环境是什么。日本人在这场战役里面，我不是在宣扬他们的侵略行为有多么厉害，我在强调的是他如何善用地理条件，在一个这样陌生的地方去打赢了这场战役。今天你不管是什么样的目的，请问你打仗要赢还是输？那你怎么可以不在乎这些环境呢？你想想看，如果日本人还是从这边登陆，第一个他可能还没登陆，他就面对什么问题？他可能还没登陆，他就立刻面对的第一个问题是飓风，就很可能把他船吹破了。他的军事补给船有没有能力停在那个地方？你看到我首页的第一张照片，你觉得那样的可以泊多少船？第二个，他选在这个位置，他的船安安稳稳的要回去，还是坐原船回去？对不对？第二个，这边上到高是否很近？没错，可是山高必陡，上去攻击容不容易？不容易。第二个，这个地方是没有聚落的，请问你去哪里找到水源跟食物补充？你去哪里找到食物跟没有？第三个，这里面附近全部都是原住民旧社，如果你是孤军陷入的时候，谁来？你如何撤退？你根本没有机会。所以我常常在讲这场战役的时候，我讲最重要的是日本人如何把历史忠实的写在土地上。他是忠实的写在土地上，而且他把每一个社群之间的彼此关系都已经非常强调了。我相信今天如果不是我讲，相信很多人都搞不清这三个社有什么关系，对不对？我们不在乎这个啊，这个时代我们不在乎，我们都觉得那个没什么。可是日本人为什么做一场战役他就可以做成这样子？因为他在乎，他知道没有一场历史不发生在土地上，每一场历史的结局的过程都跟土地息息相关。今天任何一条错都错，我们再回忆一下，他打这一条路线当然最简单，最简单。那可是这场路线如果孤军深入，旁边还是可能被包围，所以他分开了。我刚才这样讲，一开始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动作有没有搞清楚？他把所有的障碍怎样全部排除。第二个，他充分利用了土地的特色，尤其是他三条路线都沿河而行。沿河而行最大好就是什么？他有水源，他不会没有水源，他不会没有水源。好，这个就是他在整个战役上非常重要的一段，非常重要的一段。那因为我在写这个的时候，我也特别在乎这个，因为其实哦，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人知道。我刚刚一开始就讲过，那么多写牡丹社事件的人，没有几个人上去过牡丹社。好，因为资料很多嘛，好，资料很多，所以根本不需要上去啊。只有像我这种傻傻的才会去哦，我去也不错的哦，我也看到很多很有趣的、很特别的东西哦。这是后来的一些状况哦。